越迷惘的地界，握紧生死的间线，我望向着黑夜。灵魂不曾被熄灭，挥舞起这份热切，气势终于愈演愈烈。花开山海，遇见他来将呼唤，风卷云残名不凡。置身事外，谁人能明我孤单，一念纵身覆盖。刀剑出鞘满天飞霜，一战天下的信仰，赤冲云上雪舞剑纪念四方。踏破风浪醉舞四方，西湖苍生义无妨，青山之地你我共撑一世狂。就在这儿吧。凭你？无境界之下，六掌之内可杀。是吗？那我就高你一境来杀你。狂妄！借剑一用。今日仙人扶我顶，我受了这长生。可你是个什么东西，也配来摸我的头啊？子藏气于身，伺机而动，不动如山，动若雷霆。不愧是这山前书院的一代院剑啊。差不多也够了吧，卓强。师父，师父，我们的这一场对决应该是过往30年内最巅峰的一场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都说了吗，我叫南宫春水，是一个儒雅的读书人。不可能，我的境界。哎呀，怎么这么无聊呀，你们这些人怎么老爱说什么境界境界的，难不成我们交手还要先互报境界，你比我高我就不打你，算你赢？也不至于吧。你这徒弟定力还不错，不愧是风雪剑。你
十里长生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叫南宫春水，怎么不长记性呢？你六岁入宫，心有不甘，于是花了30年练成神功盖世，本以为可以横行天下，没想到遇到了我，真是惨啊。现在的你，我弹指可杀，但是我不杀，留你一命，是为了给泰安帝那个狗东西最后一点面子。我给你留了封信，回去好好看一下，要好好看。卓清，记下了。好，虽然我不杀你，但是你的境界半步神游有些太高了，不如就退回去吧。师父，回去记得提醒你师父要好好看那封信，很重要的。姐姐明白。师父，走。就那么放他们走了？这两个将来可是不小的祸害。你不是读书人吗？读书人讲究慈悲为怀，怎么能乱杀人呢？你说的那个是出家人。我们读书人在朝堂之上一眼可诛杀万人。哎呦，别杀喽，要杀呀等我走了靠自己的本事杀啊。小先生呀，我就帮你到这儿了，先走一步喽。小公子年少勇为，武功高深，在下佩服，但今日就到这儿了吗？姐姐想走问我吗？锦仙仍有余力，拼死一搏尚可未知，小公子再强恐怕也没有把握敌过我们二人联手吧。与其鱼死网破，不如各退一步。下次见面可还是拔刀相见？但愿不是。
是谁？在下南宫春水，慕名来见新晋传人一面，还有他的女儿。你见我女儿做什么？实不相瞒，我与你女儿已经达成了约定，现在她是我的徒弟了。满口胡言！我说的是真的，怎么不信我呢？娘亲，寒衣，快回去。寒衣，许久不见了。李爷爷，哎，李爷爷，你怎么变年轻了？叫什么李爷爷？叫师傅。嗯，嗯，这。有负师父所托，我拜了。锦轩愿意受罚，请师父降罪。锦仙也愿意受罚。不用了。百里东君，此人以后不用管了。陛下那边，我自会去解释。回去疗伤吧，这一次。是我算错了，你们不必自责。少年曾许的清欢已都不好演。陈素贤难独断，仗剑较肝胆。先是想好演。此心宽。千里迢迢帮他这一趟，不见见。不老，我现在是朝廷钦犯，朕邂逅的事刚刚平息，还是不要给他多生事端了。待时机成熟，我们定会再见的。瑶儿，师父，还有二师兄的女儿。你怎么偷偷回来了？若不是先生回来了，谁来帮你解决那个最大的难题啊？哎呀，你还真是慢呀，该走了。可我爷爷，你爷爷他一早就回了黔东城。啊？先生在解决了卓琴大件后，先回了趟行馆。侯爷得知你无碍后，便在破风军的护卫下离城而去了。你放心吧。放心吧。该回雪月城了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现在可是一城之主哦。那长风呢？他不也是城主吗？他呀，他有别的事情要做。这天启城的事情到现在也该了了，回雪月城，不问朝堂事，只做江湖客，如何？那自然是好。你们家是世袭罔替，以后你可是能做侯爷的。这侯爷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的，说不做就不做了。我本就不愿打仗，此番是为了爷爷而来，
见此事已了，好，我们回江湖。好，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十年灯，那我们就回江湖。走。姑的这番谋划可是有些志气啊。陛下的谋划不能说是志气，都是为了背离。只不过陛下的眼光看的终究只有这几十年，而李长生看的却是几百年吧。李先生应当就是贝利的护国人，无论是他培养出琅琊王这样的绝世之才，还是将百里东军收作弟子，都是他的护国谋划呀。世上真有人能活几百年吗？吾等秘法之家确实有地仙之流，可活过百年已是不易，能活几百年必是付出了常人难以接受的代价，自然也要接受常人难以承受的责任。姑明白了。雪月称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枪王刘孝臣。雪月称弟子司空长风，前来挑战枪王刘孝臣。便是枪王刘孝臣，你想问我的枪，请赐教。哎，师父，你还没告诉我呢，你带二师兄的女儿出来做什么？来，重新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你的二师妹。我南宫春水这一世啊，只收三个弟子。哦，难怪长风是雪月城的三城主啊，二城主在这儿呢。大师兄，真乖真乖。那这位呢，就是你的大师嫂。别理他，我叫月瑶。月瑶姐姐。哎，天杀的萧若风，你说他还是不是我小师弟啊？哦，不对，现在还多了一个小东巴，那也还是我的二小师弟吧？我是谁？我是师兄啊，使唤师兄去追一个逃得轻的小娘子，拜托衙门都不管这事儿好吧？还有叶鼎之，他可是我最崇拜的夜雨将军的儿子，
我能抓着他吗？什么破事儿都让我干，不干了，大不了不做那狗屁将军了吗？要不还是回家跟老祖宗认个错吧。我现在怎么突然觉得这货是我的二师兄有点丢人呢？雷二。嗯。二师兄。小东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韩毅，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离家那么远。你谁啊？是你大爷。嘿，还真的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呀。我这短短几日不在天启城，就你这小小少年也敢对我喷粪？我稷下学堂二师兄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卓墨公子雷墨沙。我呸。李先生的亲传弟子啊，唧唧歪歪，唧唧歪歪的，琅琊王算个球，不服他打一顿啊，抱怨个啥？等等，哼，师傅是吧？哼，不是你戴着人皮面具吓唬人干嘛呢？师傅，我闺女在哪儿？给个面子。哎，滚！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留在这儿，就给我在北离，在天启城闯出个名堂来，回雷家堡。哼，雷老头要是敢收你，我定把他狗头打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滚吧。得嘞。爹爹。海丽，回家。韩一现在是我二徒弟，以后就跟着我了。好家伙，才一转眼的功夫，你跟你爹我平辈儿啊。韩一啊，出门在外你一定要保重身体，你跟你师父好好的学习功法，好好努力，要加油，知道吗？千万要远离长得好看的男孩子。爷绝对不可以牵男孩子的手，答应爹爹。嗯，知道了知道了，我娘还在家里等着你呢，我赶时间。好，走了。二师兄珍重。嗨，珍重个屁啊，别老说那些沉重的词儿，说的好像这辈子见不着似的。海音，千万不可以牵手啊。你快走吧你。走了。过来。哎，对了师傅，小师兄呢？我还没来得及跟他告别呢。他呀，他现在不在天启城内，前几日我让他去了别的地方。原来是这样啊，好吧，等他下次回来再跟他见面。回啊，回就不回了，我们也就此别过吧。什么意思啊？该走了。师娘。师母。行了，我要远游去了，此行我会带上寒衣，待到他学成之后就会回到雪月城。至于我们这一生啊，怕是不会再见了。师父。哎，我原本觉得这人生在世啊，不必拖泥带水的，这最后一面见不见啊，差别也不太大。
但是这镇西侯府一事，既然我来都来了，那就还是见上一面吧。不过也没什么给你们留的，就给你们留四个字吧：借刀一勇。快两百年了，萧逸，我还记得当年李寻留给我们二人的四个字，现在我就把这四个字留给我的徒弟吧。你终于走到了这里，得到了你的天下，但我现在觉得这天下没什么意思。那就回去，跟我回到这江湖里。那李玄留给我们的四个字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了。倒是你，我总觉得似乎你已经忘了。我没忘，但我只是希望我用一剑破开那个城门开始，这天下的少年郎都能记住这四个字。如今他已没有剑法刀法之术，随手一挥便是绝世之法。好了，启程。师父，我会记住的。不错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司空长风。你想胜过我，然后名扬天下？有这个想法。可我还不想让路。只要打败了枪王，就可以成为下一任枪王。枪王有很多个，可是你是可以成为枪仙的。司空长风先生让我来寻你，问你一句话，可否愿意随我去一趟天启？真正的去一趟天启。师父，既然我回来了，镇西侯的事儿就交给我吧。我也知道最近你在筹备天启内卫司，需要四个高手，我刚收了个弟子，说不定能帮到你。师父，您的关门弟子不是东君吗？不是，是个小枪仙。东君七盏星夜酒助你破境之时你见过。徒儿呀，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能帮到你了，你去找到他，就说是我的意思。两边去吧。云哥，吃饭了。哎，
香啊。此次天启之行可还顺利？顺利，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你这次去见到东君了吗？说来我也有十多年未曾见过他了。我是朝廷钦犯，现在情势敏感，怕连累他，就不见他了。等他事了，我给他写信，要他过来。嗯，好。来尝尝这个。真好吃。多吃点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见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天山派王仁孙特来拜会忘忧老人，请求一见。这位天山派的王兄弟，你来找忘忧老人何事啊？哦，是这样的，我呢修炼到了瓶颈，一时不能突破。听说忘忧老人修六法密通，境界高深，所以我想请他来替我指点迷津。就你方才吼那两嗓子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来挑事的。哦，误会误会，我绝对没有不敬之意啊。不是，不会是因为这个，所以忘忧老人他不愿意出来见我吧？忘忧老人没有不理你，他因是去外地与其他隐士郊游了，如今可能不在山上。那怎么办？没事，他去的也不远，通常过几日就回来了。王兄如不嫌弃，进来吃杯酒，歇歇脚。不嫌弃，不嫌弃，还望兄台你别嫌弃我才好呢。不知兄台怎么称呼啊？叶鼎之，天山派王仁孙。请，请。太和十八年，北离国泰安帝病重，夺嫡之战愈烈，无数朝廷重臣因党争被敌对势力杀手暗杀，一时间天启城血光笼罩，人人自危，史称六王夺权。为了抵御这群不明杀手的入侵，琅琊王萧若峰、卓心剑传人李新月、无极棍姬若峰、唐门唐连月、雪月城司空长风创立天启内卫司。在他们的合力下，天启城在历经短暂恐怖后重归安宁。这四人从此被称为天启四守护。然混乱稍平，泰安帝却突然病危，六位皇子以亲王为首结盟，发起兵变，一路杀至平清殿，逼泰安帝传位。萧若峰率天启四守护及虎贲军将平定叛乱，生擒亲王。禀琅琊王，如何？叛军余孽皆已捉拿收押，留待大理寺审理。参与叛乱的皇子有些业已伏诛，而活下来的都已经看管起来了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？成王败寇本该如此，我没什么可说的。带下去。是。夜神，保护王爷。
扩散吧。圣旨到。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传位，三皇子萧若锦。自己做皇帝呢？因为他从来都不想做皇帝，想做皇帝的也从来都不是他。王爷，技能冲天，何不为龙？你知道，我们都会帮你。萧英啊，你知道吗？我年幼的时候，我的母妃不受宠，我们母子三人过得不太好。我记得有一年冬天，下了很大的雪，现在想想，都觉得真冷啊。我那时候年纪小，身体又不好，挨不过那么冷的冬天了，眼看着就要不行了。我母妃的陪嫁丫鬟用命请来了太医，太医来了看我这样，就知道我家不受宠，就不想治了。那时候我记得我哥哥就那样跪在雪里给那个太医磕头，求他救我。后来雪停了，我得救了，我的哥哥却变了。如果说他以前是一位温柔谦和的皇子，那么自那以后，他就变成了一位手握利剑的君王。出身皇家非我所愿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我也想像我的师兄弟一样，一人一剑，肆意江湖。但是我的兄长不一样，他自幼学习的便是如何成为一位君王，他有魄力，亦不会如我这般感情用事。以后他会是一位好君王的。新的一年来了，不知会和旧年
有何区别？太和十八年深冬，太安帝崩卒，传位三皇子萧若瑾。次年春，新帝改元明德，册封元侧妃翊文君为宣妃。兄长册封宣妃，可是为了掩人耳目。你说，如果世人知道孤的爱妃不在宫中，孤会不会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呢？看来兄长这些年一直未放弃私下寻找的。宣妃离开这宫中太久了。半壶泛涟漪，人叫春。